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，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然了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我愿一直信你。阿乐，如今朝堂之上半数已经是我们的人，不参选太子妃也可以。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想掌控天下，无非手握权柄还有名义，当弟子原化身为任安乐，本就是以身为饵。若我不入漩涡之中，又如何能让京城流言四起？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，他才会露出马脚，我才能接近真相。可我怕你深陷其中，忘了复仇。寒夜治理江南水患，无论是他的胸襟还是智慧，都当得一个好储君。但灭我八万将士，还有灭我九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韩烨。明白就好。